刚回来的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最近比较少回来啊？工作忙啊，都加班。家里还好吧？功课没问题吧？家里跟平常一样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功课当然没问题啊，我那么聪明。妹，有没有定期去给医生检查啊？有没有定时吃药？有啊，我都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去。那周姐打针痛不痛啊？她还没有哭。痛啊，你这么久都没陪我去了，我哭的时候都没人拿纸巾给我。那看完医生，你有没有到处乱跑？当然没有啊，我马上就回家了。我喜欢待在家里，外面人很多，很吵。阳光很刺眼。你居然这么听话，还记得上一次我到处找了你好久，你电话也不接，结果你跑到附近公园荡秋千，我还看到你在哭，是不是想你阿妈？你还记得哦？很奇怪，那时候我好像失去了听觉，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每个人的脸都好模糊，我都看不清楚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我真的很想念阿嬷，每次阿嬷带我去看完医生，都会带我到公园荡秋千。阿嬷在后面推着我，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福建歌。你最后一次去医院，医生也没说什么。医生说我可能很快就可以康复了。哥，如果我完全好了，你一定要做到你答应我的事哦。当然，我一定带你去海边。要记得你说的。对了，你怎么没去找大飞？你不是每次回来都会去找他聊天吗？今天我想好好陪陪你。哥，你在那里做工那么累，要不要考虑回来这里？那里工作机会比较多，而且薪水比这里的高。我想留在那里，看能不能有什么发展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写作吗？现在还有在写吗？没有，自从工作之后，我一个字都没写，我放弃了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。那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事吗？为什么要放弃？你跟我说过，只有在写作的时候，你才真正觉得开心快乐，不是吗？你不是说过要把生活的一切都写成故事？阿明，你知道什么？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做某件事，我们就能够自由的，没有任何顾虑去做，你明白吗？生活中有很多的限制，很多的痛苦，也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并没有办法跨越的。我们的人生有时并不这么美好。你会放弃梦想，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我生病了，需要花钱看医生，你才不再写小说？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写小说的天分。比起小说，你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只是想跟你聊聊。哥，你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我只在想，
要带你去哪个海边。其实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跟你一起去。我最近常常梦到我在海边，眼前是一个辽阔大海。那片海美不美？那片海是黑色的，那种可以吞噬我们内心的黑色。会有黑色的海吗？我也好想看看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不让我知道？我很想念大飞，只是这个我没告诉你。你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。一定，我一定会。如果我走了，你会不会想念我？我会想念你，非常非常的想念你。我知道你会很难过，不过我还是让你一直想我，那样我才不会觉得孤单。